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与人与物留余地，积善人家必有余庆。曾经三餐温饱依赖我，营养需靠我，你我皆爱惜生命，今日欲要杀我养己，于心何忍。梗刺在喉，痛苦难当，何况垂钓时鱼儿穿喉之痛。慈悲与智慧应从小小动作开始，施舍于物，点滴不浪费，既不亏己又为善，既环保又卫生，这就是仁慈。世上刀兵大劫，皆由人心好杀至，若人人戒杀放生，则因慈悲悟悯之心，刀兵土割劫自然消灭于无形。人间有爱，动物有情，和谐美丽的世界就在眼前。爱护众生如爱护自己，这就是慈悲。接下来